证明一下嘛。一点点家庭的那个小事，不占用公共资源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离开了。嗯。这次有说是为了什么事情来的吗？主要是看孩子，对。谢谢谢谢。有见到你想见的人吗？当然，我孩子啊。我以后你们不要那，我以后每周都会来的。你们等一下，每周我都会来，对。每周都会来，每周都会来台湾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是每周都会到这里？对呀、啊，你随时可以到那个饭店来找我。那接下来是到宝海淋浴要回应吗？哎，好像车没在这边，在那边啊，在这边，好，在那边。往后退，要退呀、啊！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！有没有特别想说的？对于今天这一次的开庭？我看我车在那，我下午还要跟刘玉彤是进行式吗？怎么了？这次来有紧张的讲一下，你们要想要对前妻说一下。我家里这点家事啊，不要惊动那么多的朋友。简单讲两句就让他离开。好，这样子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来，往后退，大家往后退，往后退。麻烦一下，就一点点家事，我就不讲了。一点点家事，不要占用公共资源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坐在右边，坐在右边，给他过，给他过来。对，你让我过去。感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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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。对于他这样，一直到底会不会觉得怎么？哇，下那么大雨啊！大家不要淋到啊，不要淋到。小心啊，小心不要淋到啊！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关于